所以第四条先应该吓，一、二、三讲咗啦。第四条咧就 public、是、good 哇，都系 D a C 题目。二零一七吓有咩特性啫？所以其实都俾人直接问嘅 public good 喺 M C 里边啊。诶、uh, A 就二十 good with zero marginal cost of production 错啦，就唔系 marginal cost of production 应该 zero marginal cost of serving 诶啲需要 customer。你做多一件咧都要有付出成本去做多一件嘅，所以 marginal cost 做多一件咧其实应该系大过零嘅，就唔系 zero 啊，所以 A 就错啦。 B. 其 only be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有错啦。例如我哋电视，即系电台广播都可以有需要电台噶嘛，未必一定系净系由政府提供嘅。C. 其 law be po 誒誒誒呢个字咩 pro,？protest o r p 啊，by private property 应该系 protected 係嘛？我觉得打错字啊，呢个系唔可以由私人嘅嘅私产权咧保护嘅。 就唔係 protect，實我呢個打錯咗。呢個 prot protect 啊，protect 啊，就唔可以由私人嘅誒私產權保護嘅就錯啦。可以嘅，如果你即係例如電視廣播嗰啲咧啊，嗰啲足球賽事咧，其實有私產權嘅啊，你唔可以立亂去轉播啊，或者播啲嘢嘅，就犯咗佢產產權啦。要買到嗰個電視廣播嗰、那個誒誒、呃呃呃、license 牌照咧，先至可以誒講誒播電視先至播到啲足球賽事，嘅，例如啊，就可以 protect 嘅。 不過你打錯咗，唔係 portat 啊！依個 p o t e a t 我會改翻個 powerpoint looks 㗎啦。最後啲 allow concurrent consumption 就啱啦。以同時間俾好多人一齊睇嘅，咁所以 best answer 就係 D 啦。跟住第五條咧就 A level 啦，都係問你 public goods 有咩特別。咁 A 係錯啦，唔係 free goods 啊。未必一定係啊，可如果仲想要多啲就係、是、可以係 e 個 public goods 嘅 B，maybe concurrent y n c o n s u m i t i s s o n t a i 就啱啦，因為有 concurrent consumption 啦。 所以一定係 B 啊，好直接嘅。如果你你清晰個概念嘅話，跟住 C 啊，其實 good producers by public agents 未必一定啦，未必係政府提供嘅生產嘅。所以就 D，其實 good provider fee or charge，白利加運未必一定喎，即係政府未必免費俾嘅嚇，留意翻嚇。所、so、以 best answer 就係 B 啊，跟住就誒誒、呃呃、對埋第六條啦，邊個？ 誒 p 係一個 public good provided p r o d u c e by p r i v a t i e s 嘅 A 呢個題目啦，咁啊 p r i v a t i e s 喎，一般嚟個 A l e a t u r a l defence 係政府提供嘅，好少私人提供嘅，所以 best answer 唔起啦。B 咧到 poems of 咩蘇東坡啊，蘇東坡咧係私人作㗎嘛，蘇東坡自己私人作㗎嘛，呢個大佢作出嚟嗰啲詩咧，就大家都享受到個詩個美意啊，享受嘅吓。啊，咁所以都係個 good 嘅，咁就私人寫作嘅。 所以答案就 B 啊，就私 surface 嘅 court judge 啊，一個一個嘅誒法庭嗰個法官個個服務咧，通常都法庭都政府嘅，就唔係私人㗎嘛。所以嘅私人政府提供嘅應該係啊。<laughs> D the book 所咩 Milton Friedman，Milton Friedman 係一個經濟學家嚟嘅，佢寫嘅書咧嚇咁啊、嗯、講個 book 實、嗯、咁都係私人。我覺得誒誒誒，佢、呃、係、呃呃呃、私人做嘅，不過問題呢、這個 book 咧就已經屬於 private goods 嚟嘅。 因為本書嘅唔係佢知識啊，你你用咗本書咧，啲世上誒同時間咧啲人享受嘅書嘅數量已經少咗步㗎，因為冇 concurrent consumption 嘅書本嘅話，知識就有，所以咧 book 咧就係 produce privately，但係佢唔係 public good，s 係 public good s 所 best answer 咧就 B 啊。咁對埋第七條啦，第八條啦，第七條有一個 well-maintained 嘅 garden o w n by the landlord，n b example 話咩？ 一個業主擁有嘅誒或整理得好好嘅嘅花園啊，係咩 example 啊？咁俾我揀咧誒、欸、，well-maintained 嘅 garden 喎、啊，我覺得咧就係唔係非孤沙，因為仲想要多啲嘅喎，三一定錯。咁但要最少揀兩個咧，唯有揀一二嘅啫嚇。咁我假設個 garden 咧係好大咯、啊，我唯有咁講啊，即係你入到個 garden 咧，同時間好多人可以享受個 garden 嘅。 咁我估一估啦，所以誒誒、呃呃、可以被逼搞埋 public goods 可能有 c o n c u r r e n t conumption 啦，而咧有 positive externity，因為 welcoming 啊，可能如果你個花園整得咁靚咧，啊咁令到你個地區咧地價高咗嘅，益咗其他個嘅誒周圍嘅居民嘅，令到佢個誒佢啲物業咧地價上升嘅，資產上升嘅，咁呢個 external benefit 肥、啊、澤產生，但其他嘅居民咧冇俾翻錢。 誒呢一個嘅誒誒呢個花園嘅、这個業主嘅，所以可能引致 positive certainty。不過條記最主要唔係 free good，我覺得，所以一定揀一、二 only 啦，一最少揀兩個，s o best answer 就 A 啦。最後講埋第八條啊，邊個係 least likely example of public good 啊？邊個最少可能咧係一個 public good 啊？咁睇下係係咪誒浪歪科願抗心 n 啦？是 v i d e o program 我多數都係喎，係咪啊？大家同時聽佢廣播噶嘛？呢、这個所以唔係最好答案啦。Public car park 就疑似啦，公眾嘅停車位咧，通常係 private goods 嚟嘅。你泊咗架車喺度咧，一個位咧，其他車泊嘅車數量少咗嘅位置啊，所以冇 concurrent consumption 嘅。所以 best answer 可我揀 B 啊。咁當技術啦，country park 咧嚇嚟技術可以大家一齊用噶嘛嚇。country park 咧如果夠大嘅，大家都一齊享受㗎，所以有 concurrent consumption 嘅。 所以 best a n c e r 就 B 啊，OK，咁啊对晒所有 MC 咧，咁你可以做 exercise。啦，但系 public goods 比較簡單啲嘅，通常问你点解系 public goods 话系唔系，咁你解释点解系，通常系三分嘅，咁啊自己做做诶 pass p 評啦。